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周迅亲自现身，霸气十足。万众期待的古装剧《如懿传》集结包括霍建华、张钧甯等一票大咖明星，戏服场景更是考究。可能很快要播出了，希望观众能够喜欢。但上档日期从去年底一延再延，现在又传出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下令不准再播负能量满满的宫斗剧，让《如懿传》送审频频被打枪，连修片都修不了。原本说好先往后台的播出方式也喊卡。你是何人？我叫八千，我有专门的记忆。而范冰冰主演的《八千传》同样命运多舛，虽然不是宫斗剧，但剧情偏离史实，经大量修改后，好不容易定档最快四月底播出，没想到偏偏这时男主角高云翔传出涉嫌性侵。内部人士透露，《八千传》将受到影响，有可能播不了。两部宫廷大戏未演先轰动，无奈树大招风，动辄得咎，播出恐将遥遥无期，粉丝只能继续望穿秋水。记者李宗芳报道。